现在休息一下。不然太差了。太差了。这样打，这好打、可以啊，那我不行。不熟，他说可能要很小。Yeah.
没差，然后我该说什么？十二点一整五，我去打。那个走十二点走那个路会热死，我跟你讲。穿外套，现在很多人都穿外套。对啊。